大家好，我是烧麦，今天刚在集市上买了一条小狗，这只还挺可爱的，肥噜噜的，看着也挺温顺的。去买的时候有一位大叔教我在挑小狗呢，大家看一下挑的这只小狗温不温顺，可不可爱。先给它吃点饭，在我们这里买小狗回来第一餐饭就要在外面吃，这样它就在外面拉屎拉尿，就不会拉在家里面了。不给吃啦。看来也是个吃货，这干饭的样子还可以哦。肚子肥噜噜的，摸一下，吓到它了。那位大叔告诉我，挑小狗想要温顺一点的呢，就要看它的眼睛，它的眼睛有点垂下来。就看起来比较温顺。噜噜，噜噜，噜噜。第二个就要看它的尾巴了，你一叫它，它的尾巴就是翘起来，然后不停地摇摆，这样也比较温顺。如果那些尾巴是稍微垂下来一点摆的，那个就比较凶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摸它头顶，它的耳朵会摇摆的，耳朵会竖起来的。然后你摸它，它就会舔你，这样就是比较温顺。还有一个是看小狗健不健康，就是要看它的耳朵里面，耳朵里面是干净的，这个只小狗就是健康的。还有一个是看小狗的耐力好不好，就要看它的脚掌，脚掌这里是软的，它的耐力就是比较好的。还挺可爱的，肥肥的。大家说这位大叔教我挑小狗的方法对不对？第一是看眼睛，眼睛看起来比较温顺一点的，就是这狗就是比较温顺的。第二个就是摸它的头，摸它头的时候它耳朵就一动一动的，叫它呢它的尾巴就是这样翘起来摇摆的，就是温顺的狗。他说如果是这样垂下来摆的，就是比较凶的狗了。还有健不健康，就是看耳朵里面，耳朵里面是干净的就是健康的，耳朵里面是脏的，那这个小狗是不够健康的。健不健康，这小狗的毛色也能看得出来，一般健康的小狗它的毛色是比较光亮的。来，拿过来。
离我特别近。你在清理这个盘呢？一个盘子它能玩一上午。大家觉得280块买这只小狗值不值得？他要休息了，不搭理我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三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三妹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。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